在传统上是家族主义为本的社会，尽管今天家庭结构已经有了大幅改变，孝慈仍然是家庭生活运作的基础。在中华民国的自由地区，虽然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家庭结构也逐渐趋向于小家庭制度，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选择和年长的父母住在一块儿，以便恪尽孝道。而年长的父母也多半愿意和儿孙住在一起，好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家在中国，事实上就是各种社会福利工作的单元体，它的每一份子都受到相互的妥善照顾。但社会上总是有不同遭遇的人和不同的生活需要，于是就有许多社会福利机构和团体为家庭能力所不能及的人谋福利，好让他们也能有个美好的生活。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像东升的旭日，像含苞的蓓蕾，生命充满了希望。为了要提供儿童一个舒适美好的生长环境，保障儿童的福利，中华民国政府在民国62年2月就公布了儿童福利法。在儿童福利法的保障下，父母如果虐待或恶意遗弃他们的子女，政府机关就有权给予儿童适当的保护和安置，并且将他们的父母移送法办或给予适当的亲职教育，使其负担父母的责任。几乎每一个人都向往小时候玩泥巴的经验，但是今天住在城市里的儿童到哪儿去玩泥巴呢？设在全国各地的儿童图书馆大多开设了陶艺班，让孩子们在课余之暇到这里来，随自己的意思捏出各式各样自己喜欢的东西。捏面人是中华文化中富有民族色彩的童玩，更能吸引儿童的兴趣。孩子们在老师傅细心的指导下，用自己的手亲自捏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心里头那份喜悦就不是你我所能形容的了。儿童图书馆的阅览室也是小朋友下课以后流连忘返的地方，这里收集了丰富的童话故事、科学读物和连环图画等等，让孩子们任意选读。一些因家庭不幸或无人照顾的孤儿、弃婴，政府和许多民间社会福利机构都成立了育幼院和孤儿院来收容他们，给予周全的养育和教育。这家育幼院每8位到10位儿童组成一个家庭，由一个专任的妈妈来负责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白天上学，下课就回到家中。虽然失去了父母，却充分享受了家庭的温暖。中华民国的社会福利工作不是单方面的由政府来推行，
而是结合了家庭、社区、宗教团体及各种民间慈善机构共同推展的。像这家设备新颖的育幼院，就是佛教机构所设立的。林品冠和林自文是同胞兄妹，因为家庭发生变故，一时之间父母没办法照顾他们，在家庭扶助中心的安排之下，以一年为期暂时寄养在王家。在这里他们得以再度享受家庭的温馨。由于社会剧烈的变迁，家庭意外事故激增，而产生了许许多多失依的儿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省政府从民国70年开始办理了儿童寄养服务。寄养家庭的父母必须具有高度的爱心，甄选的过程非常严格。寄养的儿童在亲生家庭的困难解决之后，再回到亲人家中。看，张赫勋和张赫怀这对双胞胎，在寄养父母的眼中，和亲生子女又有什么两样呢？是国家的命脉，30年来工商业的发达，大众传播的迅速，使我们社会结构急剧的变迁，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一般而言，目前的青少年比较早熟，而且也很有进取心，但相对而言，他们的挫折忍受力也比较低，他们不服从父母的管教，也会反抗权威，再加上升学的压力，使他们心理造成不平衡。如果我们不加以一些疏导的话，很容易酿成社会安定的一种伤害，而引起青少年的犯罪问题。救国团基于关心青少年的这个问题，特于民国58年成立青少年辅导中心张老师，为了是要解决青少年心理上、生活上的困难。王慧君是许许多多张老师中的一位，他们如何去帮助青少年朋友呢？在我们的辅导经验发现，目前青少年主要的问题是课业问题、情感的问题。课业的问题是由于在学的同学有学习的困扰、升学的压力，造成他们心理上的不平衡。而对于18岁而30岁以下的人，他们所关心的是异性社交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情感问题。为了解决青少年的问题，张老师透过函件、面谈、家庭访问来帮助他们。同时救国团也在寒暑假举办青少年的自强活动，让他们找到健全的人生观和良好的生活态度。由于生活富足、医学发达，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如何使老年人的晚年过得愉快而充满乐趣，是大家一致关切的问题。中华民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工作者正十分努力地在为老年人增进各项福利，以充实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在台湾，
仍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和儿孙住在一起。对于缺乏子女照顾或喜欢有个独立而安静生活的老年人，则有公司里的仁爱之家和安老院，让老人们依照自己的喜好和经济能力来选择自己的生活。对毫无经济能力的老人，政府也建有完全免费的仁爱之家让他们居住。仁爱之家和安老院的工作人员均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训练，且具有爱心和耐心。靠着亲切的服务态度，他们和院友很容易就建立了亲密关系。有些安老院住了不少喜欢钓鱼的老先生，院里特地开了鱼塘，提供他们一个最好的休闲场所。上了年纪的人难免有些小病痛，针对这个需要，每个仁爱之家都设有诊疗所，由医师和保健员随时为他们做医疗保健的服务。健身房是每一个仁爱之家和安老院必备的，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老先生老太太们闲来无事，总喜欢到这里来活动活动筋骨。在中华民国，老人福利的目标不仅是要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更积极的是要协助老人在有生之年能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因此，全国各地都设有老人活动中心，由具有专业技术和专业精神的社工员负责推动各项活动，来充实老人的生活内容。在这里，老先生们悠闲地喝个茶、下盘棋、撞场球，都能为平静的晚年增添一点生活情趣。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设立了松柏学院，专门让老年人有个再度进修和学习的场所。除了进修学习外，松柏学院也经常举办座谈会或学术研究工作，运用老人的智慧结晶，提出对于国家和社会有利的建议。各县市的社会福利工作单位每年都定期举行敬老园游会、老人才艺竞赛等种种活动，一方面借以表达大家对老人们的关怀和敬意，另一个用意在鼓励老人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以丰富他们生活的内涵。由于中国人家庭制度的稳固和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在中华民国的台湾，老人问题不是单纯的奉养问题，而是如何增进他们美好的晚年和生活乐趣。看老先生老太太们载歌载舞，不知老之将至的情形，正是社会工作人员最大的安慰和鼓励。32岁是多么美好的年岁，可是如果两个眼睛突然瞎了，你怎么办？在上小学那年，一次的意外里头，我丧失了原本的面貌，更丧失了灵魂之窗。当时几乎是生活在黑暗中，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原是广播电视从业员的方雄，从黑暗中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在朋友的协助下，方雄在自己家中装设了录音设备，为天南广播电台制作《盲者新生》节目。《盲者新生》节目每周只播出一次，方雄有的是时间。不甘寂寞的他说服了张明霞律师，让他在律师事务所里做办案的助手。一个人的眼睛虽然瞎了，但是他的心还是热的，他的嘴巴还能说。方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由于工商业的发达，难免会发生各种意外事件，不管是生来就有残缺，或是意外事故导致的残疾，大部分都有复健的可能，必须给予适当的辅导与照顾，以免影响残障者一生的幸福。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和荣民总医院伤残复健中心有非常完善的现代化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复健医护人员，让残障者在这里接受完善的复健治疗。徐小文是位听觉有障碍的人，像他这样听不到声音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帮助和鼓励。无声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是如何去克服呢？徐小文从小就不晓得声音是怎么回事。7年前，他从实践家专毕业，随即回到母校启聪学校服务。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彼此无法言谈，但是透过手语说个笑话，照样能够心领神会，充分沟通。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地区，设有好几所启聪学校，为听觉障碍的人提供正常教育的机会。政府已颁布特殊教育法，对于身心残障的学生给予补助或是公费待遇。徐小文有个甜蜜的小家庭，女儿活泼可爱，听力正常，先生也是一位听觉障碍者，毕业于文化大学大众传播系，在一家卡通制作公司工作。就是让所有的残障者都能得到一个工作的机会。王国宇是一位社会工作者，毕业于东海大学社工系，因为自己也是一位残障者，特别能体会到残障者自立自强的迫切心情。他推展残障福利的重点就是替残障朋友找份工作。南方航是一家颇具规模的贝壳事物研磨工厂，它是针对残障者的特质而设计的庇护工厂。在王国宇的热心奔走之下，这家工厂的60位员工之中就有30位是残障者。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他们为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尽一份心力。中国人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它的真正意思是要帮助需要协助的人解决衣食的困境，在困难解决后要求他们能够自立自助，进而回馈社会。龙之屋也是在自立自助的原则下，由政府从旁协助，而由残障朋友一手经营的残障商店。
和重度智能不足以及多重残障的人，对他们的家人和自身都是一项不幸和沉重的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在台湾地区目前建有教养院，分别收容不同年龄的中重度智能不足及多重残障者，一方面给予他们教育或养护，另一方面则减轻他们家人的负担，让他们能全心全力贡献社会。教养院的教育内容是寓教学与康乐，寓训练与生活，因此课程的内容是以实际生活训练、韵律及美术教育、体能训练为主，培养他们在生活上能够自理，在心理上获得平衡。天上星星数不尽，个个都是我的梦。总该有几片云飘过，遮不住闪亮亮的情。身穿穿新不过脸儿红，都是为了你。是你到我的梦里来，还需要我走出梦中？国民的健康是政府的责任，社会保险的目标在达到全民保险。30多年来，中华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劳保和公保医疗制度的建立都是社会福利推行的具体措施。这种在社会安全福利措施下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是保险制度的一个项目，其他的还包括死亡给付、生育给付和退休给付等等。全民保健的政策，从都市到乡村都设置了卫生所，让民众能就近获得医疗服务。在偏远的山区和渔村，也由各大医院的医师组成了巡回医疗队，定期前往从事医疗服务，以提升这些地区民众保健的品质。国民住宅的兴建也是社会福利的一环，目的在追求民生主义的理想，是住者有其屋。在推动社会福利的做法上，中华民国是以政府结合民间力量共同进行的。以国民住宅建设为例，就是运用基层社会人力和财力资源，组成社区理事会，进行社区公园或其他公共设施用的建设。就业辅导和职业训练是中华民国福利措施中最积极性的做法，也就是透过完整的就业辅导和职业训练的体系，使每一个国民均能充分就业，获得理想的工作，发挥个人专长，贡献社会。为充分发挥职业训练中心培育人才的功能，各中心由政府统筹办理，学员除需负担伙食外，其他费用全免，训练期限为一年，有些技术层次较高的训练则长达3年。
业辅导和技能训练，不仅解决了许多就业问题，同时也使得中华民国在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不予匮乏。今天生活在自由地区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了丰衣足食的境界，所以社会福利追求的目标已经不是单纯的照顾和保护，而是协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自立自强，有能力来回馈社会。因此中华民国的社会福利其特质是给予协助而不是寄助，并且以老无老幼无幼的精神，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社会的温暖。但在中华民国，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单元体还是每一个家庭。在今天的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形下，这些家庭还仍然能够保持中国家庭制度的优良传统，配合着政府和民间的福利措施，给全民带来安和与乐利。